你最棒，<笑>我想不出别的了。啊，那个好像跟他很好的那个钟菲菲，跟他很要好的，对，一个公司，不是，没有，上次他走了，他哭了，他说你走了我很难过的，都是从美国留学的，弄个蓝头发。也不往这儿看呢，还可以这么写啊！可以，哎，这件衣服得留着了。哇！哇哦！好美啊！你终于变成钟菲菲了，我终于，过不去。谢谢，说这边朋友，累到你们，虽然我被这个裙子勒死，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，真的。 接下来，有请下一组，赵越、王一景，组合名另一个我。挺意识，王一景好看。哪个是你家女儿？这个。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是王一景。对啊，两个皇后，黑皇后，白皇后。 穿的一模一样哈，就两个颜色。我觉得赵越短头发更酷哈。黑黄后白黄后，这俩是黄后。我还以为赵越会又是个王子坐骑。赵越长头发走了一个女孩。 好，让我们有请主持人登场。好，一姐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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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欢迎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我们小齐老师的新搭档，创造营2020学员王一景。今天一来我觉得有点慌了，就应该去借个晚礼服，我穿个短裤就瞬间输了很多，因为在座的各位实在是有些隆重。是吗？好像没有我们两个帅。他是搭的啊，这位朋友是杨普色。对对对，我们接地气一点点，让整个现场元素多一些，对不对？觉得应该要再隆重一些，是不是？你是最吓到我的，你下面是不是还有两只小柯基？就是中间关门放狗，开门放狗。对，而且你们今天搭的元素真的非常多。那位是从西安来的，横店，我是横店。这身装束的创作灵感是源于什么呢？请台下勇士吧，可能台下勇士合照5块钱一张。把那个板子麻烦递给我看一眼。不愧是大哥，一下子就知道创作灵感了。看来今年这个行业真的是要好好努力，拍照5块一张，15块2张，小本生意，树不还价的树还打了拼音干什么？不容易。你为什么手里还有一张？因为我们一个组合，一起来的。你们组合名字叫什么？生活不易，多才多艺，地摊文化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创始人之夜的颁奖典礼。那我们的创始人自然不能够缺席，今天还会有一批特殊的创始人来通过屏幕实时的关注着大家。而且这直播吗？这直播吗？多特殊，多特殊。而且今天的所有奖项的诞生，都是由各位特殊的创始人来评选和见证的。我先把我女儿勾上。文科，王一景，胡妈。觉得今天谁在舞台上的表现最好啊？大声喊出他的名字。苏瑞琪，孩子，孙佳
看刘宪杰，我们要有信心。哇，就是除了田径烦恼。他很搞笑，我很喜欢。田径烦大家的开心宝。是另外一个。李佳恩。孙珍妮。在刚刚的这个环节评选出了两个奖项，分别是最佳潮流奖和最佳国民女儿奖。国民女儿田径凡，田径凡会是这边这两位吗？谁会觉得自己刚刚这一身打扮能够成功的入围我们刚刚的两个奖项？谁比较有自信？我觉得我可以吧。我觉得我的公主可以。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裙摆，来帮我拉一下，帮我拉一下，这边帮我拉一下。因为我的裙摆够大，我的高跟鞋够高。哇！我就是迪士尼在逃公主，谢谢。我公主殿下。那你这是？我这是后妈吧？不是。后妈茶话会的成员之一。反应真快。Mirror, mirror on the world, I don't need you anymore. 哦。厉害，我说来就来。那公主和后妈一会儿见面的时候先保持一个安全距离。先请公主就坐啊，您的下午茶一会儿送过来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保持礼貌的距离。我的公主在那里了，白衣服那一位。哦，今天点到了你的公主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场的各位公主们谁能够入围刚刚的两个奖项。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颁奖结果。我们要很隆重那种，就是那种有悬念，对，慢慢揭晓配乐。哎，有配乐吗？后期老师一定要后期老师配上。来，各位做好准备啊，我们给这个话口的时候你们的表演要到位。来，下面来公布的奖项是我们的最佳潮流奖入围的有是谁呢？我这么潮，一定有我吧？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创造营，感谢我的公司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好激动！是我们的陈卓璇，恭喜卓璇！哇！陈卓璇，还有一个入围的孙珍妮。恭喜恭喜卓璇和珍妮两位成功入围。好，那么我们最终获奖的是谁呢？Oh my god！ 是我啊！天哪！好羡慕你啊！谢谢谢谢。女明星淡定一点。那一起来揭晓一下最终获得。